肯定是安怎啦？啊，去选开啦！哇，啊，夭寿哦！啊，即摆是你搬八点档哦，有这种代志？嘉文的妈妈是迄只狐狸精？是啊。啊，政府嘛，真正有够厉害呢，会当忍耐遐久，拢无甲这件代志哦讲出来。亦凡啊，啊，你的爸爸妈妈敢知影这个代志？啊，都有人哦，沿路奉上啦，全世界皆拢知影。亦凡啊，唔是我爱奉上，迄是嘉文冲出的时阵，录着你爸爸妈妈，啊，伊再来问我，我才讲的，啊，我唔是奉上头啊，哥。啊，所以今嘛。啊，细林遐出门是伫倒？敢是你找一只狐狸精算笑？虽然阮嘛是里长啦，也无管这么宽，你去做里民服务，这个叫什么？叫大过年啦。所以讲，政府甲乡民有捌交往过，啊，嘉文就是伊的早囝。安尼，嘉文甲李俊豪，因两个就是爷妹啊。对，唔对，是家弟啊。哦，啊，这个关系哦，真正有够复杂的呢。哦，那我叫你复杂吧，你稍等我一下啊。他做工的。来，大家上课吼，快些。哦，哎，你这有够专业的呢，哎，像咧阿叔咧办案咁款的。哦，我是做记者，平常时都要做这分析报道啊。啊，这对我来讲哦，就是 piece of cake， 小意思而已啦。哦，厉害，赞。哎，所以讲，嘉文甲俊豪是港埠国北家弟啊，啊，俊豪佮俊杰是港北国埠的兄弟。那呢，嘉文甲俊杰的关系是？这若是要讲血缘哦，你是无任何的关系啦。要不若是要讲称呼，从这看吼，嘉文的小弟就是俊豪，俊豪的小弟就是俊杰，所以认真讲起来，俊杰马上是嘉文的小弟。只不过，只不过啥？只不过哈。嘉文无想要是无生为这位妈妈，所以讲，伊个兄弟姊妹都甲村一个人，就是惠婷。哦哦，好，啊，这有血缘呢，关系无？无血缘呢，感情就好诶。我真真正有够复杂诶呢。嘿，啊，讲来讲去哦，不管是啥物血缘啦，还是讲啥物关系啦，啊，这号代志哦，真正是过复杂啊啦。有关系什么关系？啊，上少因拢是一家伙啊啦吼。你讲一句就对啊。啊，上好的人哦，就是阮有英啊啦。伊替吴湘美请用俊豪大汉，啊，佫把俊豪做这副总，伊是真心对待伊呢。啊，不过这个李俊豪哦，唔知会感激伊袂。啊，这程度吼，若是要讲上届上，都更加复杂。啊，都参上俊豪啊，一届人都是。说实话，别啊！我是追求吼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记者，不是八卦记者。亦凡啊，你讲话莫讲一半。啊，你讲迄李俊豪吼，介意的是谁啊？我会记细汉的时阵哦，俊豪为着李可欣偷掠一只鸡呢。不是一只鸡，是一个白蜡。白蜡？嗯。咁是白蜡？嗯。我会记迄当阵我是目击者，伊偷摕不是白蜡是。是啥？啊，是啥？啊，刚有说我替恁三个做一个追踪报道嘛。好啊，够真实的嘞。迄上头一个啥刚有重要？迄种过去的代志啊。我再讲，我跟你讲，想要创工，真正想告诉你，我先去休困。啊，你明仔是人客来哦，真麻烦你，我讲一下，好。哦，下课。啊，你休困啦，你休困。哦，真的是好杂。